咱知影讲最近啊，有几啊件即有关即土地征收的问题，引起即在地农民因的抗议。来看是刷到即苗栗大埔的即农民因的农地互人强制征收，同款有那是即苗栗的环保啊，即马有那面临因特定的即农业区或要互人征收在做科学园区的问题。所以已经有第七届来到即台北抗议的环保农民，今仔是吃饭饭，吃饭饭即个行政院长吴敦公要来接见即苗栗县长刘正宏，认为讲这是乌箱作业。台湾是吃饭啊，吃屎！那阵吃屎，所有农田拢放火烧掉了，无要紧。对政府讲出重话，苗栗环保的农民洪秀目屎飞袂离，伊不满苗栗县政府一直征收农地，即个家乡300多家优良农田要放起来去科技园区，不断来台北抗议，煞从头到尾拢无得到中央的回应。遮尔老岁拜九十岁，来一届呢？这是啥物世界？咱中华民国敢是安尼对你的农民敢是安尼？定情搁定情，唔知如何是好的老农民激动跪倒来拜托。李元宝带70年种一世人的田，想到苗栗县长刘正宏要毁掉全部，农民当场烧金纸，情绪爆发。这种的人无如地讲哦，唔知影害死社会偌济人呢？环保农民今仔必须爱过来行政院抗议，是因为伫内底县长刘正宏来见议长吴敦义，佮找内政部、经济部、环保署的官员陪同，请求协助后龙科技园区的开发案，让农民佮学者高度怀疑这是乌箱作业。他们拒绝，他们不要行政院、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、苗栗县政府黑箱密室的协商，他们反对密室黑箱的协商。比起苗栗大埔农地，原本300多家被洪征收的农地是特定农业区，是政府开钱规划过去灌溉设施的高级农业区。虽然这个案后来政府用建署的区委会退回定性，不过县政府坚持开发，让农民只好一直奔波，为着要保护家园、口口空气。记者林晨梅区福宅台北报道。